注意到我们越来越多 colorful 的衣服了呢？这一次呢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款上衣呢，它就是非常鲜艳的一款。大家好，我是九九，我是天。今天我们带来这款上衣呢，它一共是有三个颜色，现在我们示范的是浅蓝色，还有你这个是 master， 就是芥末黄。它的颜色呢，穿起来就是非常我的气，浅蓝就是很柔和的，然后它的 master 呢，就是非常的鲜艳的颜色。然后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设计啊，这件上衣呢，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约设计。然后我们比较在这个领肩位的这个部分呢，做了一些小巧思，它是一个好像一个花朵形样子的。然后它穿起来呢，它可以更显瘦，把你锁骨的这个位置呢给露出来。平时穿这种针织上衣啊，尤其弹性修身呢，会注意到说有个问题。很长的时候你们在这边看到一个横线，就是一个折痕这样子，因为它是单层的。然后这一件呢，我们就特别做双层面料，但是双层面料呢，穿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更加的扎实，然后厚身，穿起来呢它就更修身了。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呢你穿起来会任何有那个印啊折痕的问题，就不会影响它的美观。啊，刚刚就有说了，你我们这一个上衣的双层面料，你们可以看看这里是可以拉的，就这边有两层。所以呢，它的长度呢，长短适中，你们可以选择塞衣，或者是如果我们不要塞，也可以把它拉出来，甚至放在外面。然后我的胸围呢，34寸，腰围27寸半，我现在穿的是 SS， 穿起来是刚好一身的。那个衣服长度呢，不会做得太短或太长。现在呢，我搭配这高腰裤裙嘛，你塞进去了，整个人呢就呈现的感觉呢就比较利落一些。那如果说你要比较舒服穿的话，我们这样子拉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的长度是 OK 的。然后其实穿这种上衣的时候，你不必太在意说你的肚腩尺寸，因为它还没有到那一个位置。像我肚腩在这边，然后它衣服长度在这边上面。我的胸围呢是36寸，腰围29寸半，然后肚腩的话，我一样告诉你们啦，是35寸半的。然后我这一款 M size 整体是 fit 和身的，所以你看到它的弹性呢是非常好的，就算我手这样拉起来呢，还是很服帖的，随着我们的身形，就是它不会说整个这样子拉起来呀，会把我们的肉给的挤出来。到我啦，有没有觉得咚咚抢来了？那就是红色啦，我身上这一个是属于枣红色是吗？我这一个，对，这个是枣红色来的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衣领的设计呢是很漂亮的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，因为你就不用怎样特地去加些什么装饰啊。然后你可以看我们刚刚三个人的下身呢，其实呢都是搭配不同款式的，就是这个上衣呢其实就是百搭款来的。然后呢，你。手袖呢，我们刚刚呢就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袖子短袖来的，但是呢长度呢刚刚 cover 我们的这一个胖胖的这一个位置，你们可以看到就刚刚好是遮完的，因为它的衣领呢本身呢就比较有设计感了嘛，所以手袖呢我们就不加那么多了。刚刚他们也有提了，它的长度是刚好的，我现在是没有晒衣服的，你们可以看看不晒衣服的效果是这样子的。我身上这件呢，穿着的是 L size， 胸围36半，腰围32寸，肚腩在这边呢，肚腩是稍微比较低，34寸。但是呢，我穿 L 呢，你们可以看是刚刚好，很舒服穿的。就来看看背面的设计先啊，来，我们把衣领都往上贴一遍先。背面设计呢，我们也不草率哟，一样是做了这个花瓣型的设计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你们头发绑起马尾呢，它的设计感也是很漂亮的。这一款上衣呢是我们的 Fine Label Go 系列哦。Go 系列呢，我们就是在品质上啊、车工上还有面料上呢，都会追求更加精致的。然后面料呢，你可以到时如果你们买了，你们到手你们摸一摸就知道它的那一个分别，就是很厚实的感觉这一个会是。Fine Label 呢有6个尺寸哦 ，S、M、L、XL、Double XL 跟 Triple XL 3个颜色，我身上的枣红色。阿婷身上的 master color， 还有猪肉身上的那个浅蓝色。宝贝们，如果想看更多细节图要去哪里呢？记得去我们的官网看看细节图，还有那个尺寸表。如果想找客服们了解下尺寸啊、颜色方面呢，都可以到 Facebook Messenger 找我们的客服哦。该我们有说到它是双层面料嘛，然后我们给你看一下它的弹性哦。你看，是非常弹力大的，然后像我们自己穿的话，刚才是忘记拉了给你们看，可以这样，你看到吗？我都是可以晒晒的。
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它的弹力问题，然后清洗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轻便简单的。然后我们近看啊，近看的话你看看它是非常滑身的哦，然后现在尤其我们在冷气房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凉凉的一口。宝贝们如果看到喜欢它记得给我们一个 like， 然后把我们share出去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